头里千万不舒服啊，千万不舒服。看到那个一个水坝，一个水坝，水坝水啊从上游，上面慢慢流下来啊，这也是一个很危险的，很危险的啊，也是很危险的啊。这个水如果泄下来的话，后面就淹到一大片了啊，淹到一大片了。所以现在，要计划采拔啊，采拔之前，把那个水库的水位要降低啊，因为大坝周围还有好多水库啊，水库又把水位抬高了啊。又把水位抬高了，所以现在这段时间要把那个水库的水位，要同时下降啊，同时下降，大坝的水位在降低啊，水库的水位也在降低啊，也在降低啊。